提到小杰，你已经得罪他了。有他的一个有提，有。我现在前提，他这个就是标准他的菜啊，他们有没有？有的颜值高，标准啊，很标准。他也很爱亲姐。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备胎？没有，我知道，没有，我非常喜欢甜甜，因为甜甜在这边，然后是小美，其实一直存在。小美真的这样说吗？对，有有有有。那种感觉很特别，但是我觉得很酷的是，因为我自己本身玩的运动跟现在比的东西其实是很不一样的。因为我自己玩的成绩当然不网球，我自己比的很多是田径啊、跳远那种爆发力的东西，所以是很不一样的东西。我自己是会觉得，我就是抱着学习挑战自己的心态来，然后希望可以学很多不一样的运动。因为我之前看前几季，我就觉得很好玩，就包含射箭啊。我就觉得很有趣，就觉得很想要尝试。然后我那时候还有去问了那个上一季的贺军翔教练，然后他们都给我很多想法。小美也跟我讲了，我们在讲一两个小时的电话，就在谈那个全明星，因为他也很爱运动，然后给了我很多想法，然后也让我继续觉得好，我要往前冲这样子。对，有的女生都手指都骨折，然后不会担心，连几季都有人骨折。真的啊？啊，之前没有安慰吗？没有，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受伤，就不止女生，男生也是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抱着没关系，因为我也知道会很晒啊，会变黑。可是因为我本来就打球，我就本来就是打高尔夫就不怕黑，但我现在变超黑，然后很多色差，然后又也会有受伤什么的。超黑吗？请看这一位。给郭哥、老哥都最喜欢了。要晒黑的都可以来。我三个领队都好爱，因为我之前看《天龙记》，包含小杰跟前姐，我都觉得哇，他们都好棒，我都很喜欢。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自己从前没有了，但是到时候还是要，就是希望领队们可以选我。对，然后郭哥又是很也是很棒的领队，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好犹豫哦。因为提到小杰，已经得罪他。有他的一个有提。他这个就是标准他的菜啊，他们有没有？有的颜值高，标准啊，很标准。他也很爱亲姐。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备胎了？没有，我知道，没有。我非常喜欢甜甜，因为甜甜在这中间，然后那个小美其实一直存在甜甜。小美真的这样说吗？对。有有有有有。